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春。这一集要来介绍白隼道人。今天白隼已经正式更新了，现在技能一层毒，扣10怒。白隼更新后真的超级变态的，堪称版本最强角色也不为过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上影片吧。在看完了更新后的白隼，是不是觉得超级无敌霹雳有够恶心？直接跨战1400万，独对打双爪，这都能赢，真的是有够扯淡的。
尤其是赌两成以上的时候，对方几乎出不了大局了，够不够夸张？够不够 GY？ 我现在正式宣布，白隼道人封号毒仙。这测试结果真的有够夸张的猛！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不错，动动你的小手，帮我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订阅是免费的哦。我是小春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